好，相信呢，各位呢一定注意到最近的新闻。那这个新闻呢，就是呢美国的 NASA 航空局呢，他们发生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是呢在距离太阳呢第四个星球，就是 Mars， 在我们的是我们的地球的邻居。那这个 Mars 呢，它又叫做呢 God of War， 或者是呢 Red Planet。那它在上面呢，他们发现了 liquid water。 那这个 liquid water 呢，发现的意义何在呢？代表呢这个上面呢可能有一些生物存在。那这个生物的话呢，我们可以叫做 life forms。 这些 life forms 的话呢，当然它可能有很多的形式了啊，它有可能是呢一个非常低等的生物的方式存在，那就是呢 microorganisms。 它可能像是一些细菌啊 bacteria 之类的东西啊。当然呢，它也有可能有一些 intelligent life forms， 一些智能生物，像是我比较熟知的呢是 aliens 外星人。那这个外星里面呢，可能有这个大头大眼睛，这个身体很小这个外星人呢叫 little grays， 小灰人最出名了。那这个 little grays 的话呢，他们可能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们可能会驾着这个UFO。 那这个 UFO 这个飞碟呢，就叫做 unidentifiedFlying object， 代表是不明飞行物体。那这个 UFO 呢，他们可能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可能绑架人类啊，绑架牛只啊，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所以下次呢，如果你看到一个 UFO 的时候呢，你要这样跑远一点哦。